好，我是石油高，今天的主持人。那在因为刚才子瑜已经讲了非常多不想要讲的东西了，所以太好了。但是我要补充的就是说，今天有来自新加坡的媒体采访，好，那所以如果你不想被拍到的话，可以把你的名牌的那个警绳换成黄色的，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厉害的 AI， 就是拍到的时候就那个会自动糊掉这样子。就是那个剪接师做的事情。工人 AI 对工人智慧。好，所以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，请等一下来前面换警绳。现在也可以。对，好，那今天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，我会做一个简单的开场。那我们今天其实没有 open data keynote， 这是上一次解说了。好，那接下来会让大家有一个很快的这个三个关键字的自我介绍。好，那再来呢就是一个吃喝喝然后做事情的时间了。我们今天的场地有这一间，然后就是往厕所方向那边有一个会议室，还有往大门方向左转还有另外一个会议室，一共有三个会议室，还有外面的这个交易空间都可以使用。好，那所以在登记的那个专案登记表的应该有一个另外一个 tab， 你可以去写说你是哪个专案，现在在哪个地方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要找你的话去哪里。好，那傍晚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做一个五分钟的 presentation， 让你今天的一些成果可以分享给大家看。那今天的下午，我们会有这个GME 奖助金的2018这一期的其中报告，啊，所以一共有六则，我们有给奖助金的发掘会来给大家就说其中的进度啦，对，所以欢迎大家就是追问他们，然后追杀他们说，哎，这功能可不可以做啊之类的，好，那今天的共笔都会在这个 hack.gme.tw 的这个本期共笔这边。那会有很多的这个坑，我刚看已经登记的非常多了。好，那如果你是坑主的话呢，你可以在后面加上你希望增什么样的人。好，然后那所以这个大家就今天是会大家来就说可能晚一点会有人来，然后就会他们就会来看说今天有哪些 project 在 ongoing 这样。好，那外面有很多漂亮的贴纸哦，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技能贴在这个自己的身上。那我还想多说一点，说提案的这个因为我们上次那个感谢 SenseTW 有整理从第某一次开始到现在的大量的黑客松提案，那你会发现有些提案它当然就是会每次都来，然后就一直会有进展，那有些提案可能它就是昙花一现出现，然后可能后来就没有 follow up。 那归纳一下，就是说哪些提案会比较就是继续成功继续做事情下去。好，那当然是明确定义清楚问题是什么，那初步的构想，你想做的人，你就是无论如何就是想做了。然后我已经大概有个想法，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，把贡献的更好，或者是提供其他的想法，那把这件事情一起做出来。好，那所以那同时黑客松就是一个很好的找人力的这个场合，你可以在像刚才那个提案列表后面，或者是等一下 present 的时候，明确的说，我需要 designer， 我需要某一个领域曾经做过某些事情的人来给我 input， 然后一起做事情。好，那。重要的说，在居里面，我们使用这个开源的这个精神，所以我们就是期待大家，就是说专案是 open source 的，那也就是说成果是其他人可以去利用的，不只是属于这个 project， 那所以这样会有更多人愿意来 contribute。好，但是重点是你的提案在三分钟之内完成，因为大家现在的那个注意力都很短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三分钟之内告诉大家我要做什么，然后这个真的很棒，你一定要来帮忙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提案的一个技巧。那所以GME 黑客松不是一个外包东西的地方，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有没有人可以做什么东西啊，谁那什么东西怎么没有人做啊之类的，就是通常大部分的情况比较会有成果的 project 是你真的很想做某件事情，你就是在做，你就是可能土法炼钢在做，或是你就是一个阿宅在自己写程式，然后把网页弄得很丑，然后就说我需要人帮忙把它变厉害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就是你就是要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找到人一起来做。那刚才这个新手教学也有提到，我们有这个 code of conduct， 就是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开放，所有人都可以来参与的社群，会有很多人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身份，好，那所以我们希望是一个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，让所有人可以 contribute 他的想法，好，所以在讨论的时候呢，其实也像刚才有提到的，就是可以尊重大家不同的想法，那让这个虽然就不同应该怎么说，有不同想法的人，但是可以共同合作把这件事情做出来。好，今天会有很多的食物哦，感谢食物组。那香蕉就是今天的重点。好，那再提醒 Z
这间会议室是禁止饮食跟那个无杯盖的饮料的，所以你如果有杯子装水是 OK 的，装水装盖子是 OK 的，但是如果是那个纸杯的话，请不要带进来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每次的这个垃圾分类都做得非常厉害，所以请大家就是也多帮忙注意一下，那最后会比较好清理。好，那我就非常简短的做今天的开场，那我们要准备做自我介绍，然后就来。不对，先提案，然后再做那个自我介绍。那